我叫林月，是一名自由摄影师。我今天的目的地是宁波余姚。这里虽然不是一个网红城市，但听说这里山好水好，历史悠久，于是我便来了。哎，你就是林月吧？哦，对，这是阿杰，我的民宿管家，一个在厦门工作6年，最终选择返乡创业的余姚人。他继承了家里在四明山的老房子，开了一个民宿。山里嘛，都这样。这就是你的房间，你先收拾收拾，有什么事微信我就好。好。哎，收拾好了。给我来杯冰美式吧。好。咖啡来了。哎，给。谢谢。哎，没事儿。今天没客人吗？周末都是满房，周中人少一点，周一简直是地狱啊。哎，你们余姚有没有什么比较小众的、比较出片的地方？我想着明后天去哪逛逛，说不定能拍到什么有潜质的照片。哎，你缺向导啊？我是职业向导，1天200，导游加司机，怎么样？你还打2份够吗？怎么样？考虑一下。行吧，那到时候你去找。好的，林女士，你的专导、专司机竭诚为你服务。